咁喺智慧術裏邊咧，好多咧唔一定係正面嚟控制自己，有啲從後邊偷襲你嗰時咧，通常一般會係抱。咁我哋用一個坐馬頂爭呢方法咧，係一個比較容易使用嘅動作嚟。嗱，你哋試一試啊。例如配合咗抱實咗啦，出實都唔緊要，準備放喺度。首先將兩手咧同佢腳部互相配合，鎖實出嚟走。咁如果你話想喺防禦之中連接埋攻勢咧，其實同一個動作可以做到嘅。嗱，例如你試埋，好啊。咁我首先解釋先，你咗箍咗之後咧，你兩邊捉唔到噶啦嘛。好啦，側埋一邊。好啦，呢個手佢抬咗啦，側埋一邊，退馬，個腳部喺後邊，喺呢個爭度咧打開咗，咁推。嗱，我試下連貫性一齊做咯。好，推咗。首先咧，將身體即側。咁所以我哋連貫性咧就係首先咧係將個肩膊咧沉，將呢個手咧打開佢。好啦，呢個手咧，呢個手踭咧貼住自己嘅身體去退。如果你要身體係頂到佢個對方嘅腰部嗰時咧，就變咗有個阻力咧，你係發揮唔到啊！嗱，我再試一次啊。好啦，一側身嗱，咁離開咗咧，喺度退，就可以將對方推走噶啦。跟住呢個引牛飲水咧，就同剛才特別啲嘅。呢個係手同腳同一時進行嘅。咁同埋咧，我哋目標咧，頭先我呢個向上啊，而家個咧係將對方引落去。咁點啊？例如對方嘅大膊頭，好啦，首先咧捉住對方，由手肘起咗，好啦，將對方提手嗰時咧，同一時間咧打，咁咧就將對方引落咗去。咁如果你嘅力量打嗰時咧，配合埋腰力咧，就唔止係個直線落，係一個斜過個落咧，個威力就更加好。啊，再嚟一次啦，打，去走，走咁嘅動作，咁啊，明白啦嘛，再試啦，搭住喺啲位置嗰度咧，托起，清楚咁樣咧打，再配合一發力，好啦，如果一推，去對方向嗰邊走啦。金蛇前爪係點嘅動作？例如對方捉住你肩膊或者手臂，好啦，提起捉住喺翻你位置嗰度咧，一個咁嘅纏繞動作上去，咁咧就一個纏繞，就同頭先我用直線嘅動作咧係完全兩回事啦。咪再嚟一次咯。嗱，對方咧提起，好啊，對方失啦，揸住喺呢度落反，咁咧就可以制服對方噶啦。